师、诸位大德、诸位同学，大家晚上好。今天呢，我们利用这点时间，跟同学们谈谈呢修行的方法。学佛的同学很多，不能说不认真，不能说不努力。现在有这个问题，可是这么多年来，真正说功夫得力的并不多。那么这原因究竟在什么地方？如果我们不能把原因找出来，不能把原因消除，我们就很难把功夫向上提升。那么一般来说，我们疏忽了基础的功课啊，所以没有方法了，把这个烦恼习气转变。那无论用什么样的功夫，在日常生活当中，依旧被烦恼习气所转。这就是功夫为什么不得力的因素。佛法跟世间法不一样，啊，正如老子所说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啊，这个话什么意思？我们在世间求学，求知识，希望呢，这个知识天天能够增加，啊，学得越多越好。可是修道就不一样了，修道呢，要一天比一天放下，啊，损就是现在讲的放下，啊，天天放下，到最后是彻底放下。啊，那什么叫道？什么叫学？这个我们不能不把它搞清楚的。啊，所谓的道，就是大自然的法则，大自然的秩序，不是人为的。啊，那么在中国几千年前，我们相信的几千年讲的太保守。啊，我们看印度教，他告诉我们他们的历史有1万多年，我们也相信，我们中国的祖宗也决定不止1万年。啊，从这一个世纪啊，出土的文物里面来看，有几十万年的，100多万年前的，中国这个地区
就有人类活动的迹象了。只不过那个时候没有文字，没有详细记载下来，完全凭着传说。所以传说也非常重要。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两样宝贝呀，一个就是智慧，教导我们怎么生存，怎样过日子，怎么工作，怎么与天地万物相处，这叫学问。另外一个宝贝就是历史，历史是将前人的经验记录下来，提供给我们做参考。中国自从皇帝发明文字，那就有详细的记载了，把传说都记录下来，变成了经书，我们讲的五经，四书是从五经里面揭露出来的，是五经的精华，这个都是千万年前老祖宗传下来的智慧经验。祖宗对得起我们，对得起后代，后代如果是遵从祖宗的教诲，世世代代都享受到幸福美满的人生，这我们要感祖宗之恩呐！幸福美满是从智慧得到的。千万年前所留下来的，可以说是人类智慧接近的精品，最精华的东西。我们在五经在四书里面看到，字字句句你要是真的把它参透了，在这一生当中受用无穷啊。教学总的目标，我们的老祖宗跟释迦牟尼佛没有两样，虽然他们没有见过面，他们所看到的所想到的正是谚语所说的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叫我们什么，叫我们回归自信，这一点重要，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生存的时间很短暂的，百年一刹那就过去了，我学佛58年，讲经也51年，想想当年开头的时候，就像在昨天一样，
时间过得多快啊！可是社会的变化出乎我们想象之外呀、啊！好像我们对于幸福美满越来越远了，那我们天天担心的、忧悲苦恼、无尽的灾难，哎，是不是越来越接近了？这些是我们眼前所看到的事实真相。啊，有没有方法来解决呢？在这个世界有很多聪明人，有很多有悲怨的人，我们这些年也接触了不少，实实在在说，他想不出方法。这句话里头有很深的意思，啊，想不出方法。为什么？想是妄想，是分别，是执着。啊，这个里面呢，只能够生烦恼。啊，在佛法里面讲，只能够生一些与自性相违背的错误之见。啊，那要怎么解决法呢？啊，在中国，古圣先贤跟佛菩萨所使用的方法不谋而合，那就是不想了。啊，不想啊，这问题就能解决了。啊，诸位知道，不想啊，生智慧。不生烦恼啊！啊，因为想都是妄想，这个道理深了，我们一般人呢不容易接受啊。啊，我们也是学佛这么多年啊，将近一甲子了啊，58年了啊，真的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渐渐的，对于古圣先贤所说的这些，能体会得到，少分，而不是多分。啊，为什么呢？不想，你用的是清净心，清净心生智慧。啊，你说为什么会生智慧？这佛经讲的道理啊，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华严经上讲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啊，换一句话说，你自信里头本来就有啊，那现在为什么没有了呢？现在智慧变成烦恼了，德能变成造业了，向好变成我们现在混乱的世界啊，那将来的果报是三恶道。为什么变成这样子？佛说了，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这一句话了，把那个病根给我们说出来了。
就是因为你有妄想，只要想都是妄想。为什么呢？清净心里头没有妄想，所以你起妄想错了啊。只要你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智慧就现前。智慧是本有的啊，你的德能现前，你的相好现前。相好就是我们所谓的福报，啊，有多大呢？说不尽。诸佛如来共同来说都说不尽，说无量劫也说不尽，这是真的。啊，为什么？那是自性里面的性德。啊，《华严经》讲的透彻。啊，佛是叫我们回归自信。学佛的人啊，最重要的一个目标是要天天提升自己的灵性啊，提升自己的道德。提升自己的品德。啊，提升自己的境界，这就对了。啊，我们这一生到这个世界来，没有白来啊！啊，来到这个世界是干什么的？是来学功课的。啊，这个时间并不长，啊，寿命短的几十年。长的很少超过一百年啊，所以必须要好好的把握这个光阴，要向上提升啊。佛教导大家提升有三个阶段啊，也是众生三种不同的根性啊，中下根性的人啊，希望来一生比这一生更好啊，这个轮回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现在欧美的基督教也相信啊，特别是最近三十年啊，相信这个六道轮回的人越来越多啊，这个要得力于近代啊欧美的这些精神科的医生啊，他们帮助这些忧郁症的人啊，疑难杂症，这个医生没办法治疗了啊，找他们，他们用催眠术的方法啊，帮助你深度催眠之下，说出你的过去生啊，过去生中，再过去啊。我看到一篇报告啊，好像他是能够回到过去80多世，时间4000年。80多世啊，生生世世的状况啊，他能说得出来啊。那么用现在这些高科技的方法把它录音录下来啊，等他从昏眠催眠醒过来之后，把这些录音打开让他自己听啊，这才知道这一世所得的这些所不治之病跟前世都有原因的啊。所以美国的凯西他说，那也是一个催眠术的一个专家啊，他说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任何一个人，你一生的际遇，就是你的遭遇，
没有一桩事情是突发的，跟前世都有因果关系。我们这一生的际遇与前世有因果关系，那我们这一生所作所为与来世当然有关系。这是因果的教育。因果怎么发生的？因果从几时开始的？这在佛法里都讲得很透彻，讲得很清楚。跟宇宙的起源同一天发生的，同一个时候发生的，所以这个是事实真相啊，这不是人为的，不是哪个创造的，不是哪个发明的，这称之为道，人能够随顺道，那叫德。那个道的核心就是爱，这个爱字很难懂，因为我们平常谈到爱，爱里头有情，有情执在里头，所以佛把它换一个名词叫慈悲，慈悲就是爱。为什么叫慈悲呢？慈悲这个爱心里头啊，没有情执，这个里面是智慧，是理性，我们可以说是理性的爱，智慧的爱叫慈悲，它不会起副作用，世间人这个爱，它有情执，它起副作用。那个副作用也相当可怕，这不能不知道的。所以佛，跟我们的老祖宗，尧舜禹汤，都教导我们随顺心德，心德的核心就是五伦里头父子有亲，这个亲爱是出自于自信，是自信里面本来具有的，就像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这德，自信的本有的。我们现在迷失了自信了，把自信的第一德变质了，变成什么呢？变成自私自利，变成贪嗔痴慢。这个就错了。古德说得好，人不怕有过失，过而能改，善恶大焉呐！我们迷失自信，轮回的现象出现了。什么时候觉悟？真的觉悟了，把执着放下，轮回就没有了；把分别放下，设法界就没有了。如果把起心动念放下，给诸位说，连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图也没有了。那是什么境界？我们净宗里面讲的常寂光净土，这是永恒不变呐！回归到常寂光，那才达到究竟圆满
啊，长寂光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它能现物质，能现精神。啊，这在哲学里面讲，宇宙万有的本体，啊，是我们自己真正的自己。这个禅宗里面所说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这个本来面目佛经上称自性本性啊，用很多名词来形容它啊，佛用这么多名词，它的用意就是叫你不要执着啊，只要意思是对的，怎么说都行啊。那我们现在知道，这个世间许许多多的宗教家啊，把常寂光称之为真神，称之为上帝，都可以。啊，我们晓得都是一桩事情。啊，天地万物都从他出现。啊，道家所说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啊，跟华严贤首大师的《望经还原观》里面所说的几乎是完全相同。啊，《还原观》里面讲的一体二用三变啊，它特别精彩的地方是三变啊，讲得太明显了啊。那么现在的科学逐渐逐渐的也发现了，也证明啊，越讲越接近啊。所以夫子啊，一生读书做学问啊，他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啊。夫子一生做学问的态度是述而不足，信而好古，所以他能得到古圣先贤的精髓，说明他没有妄想，他不自以为是啊。术是接受别人的啊，接受我古圣先贤的，不足自己一生没有创造，没有发明啊，不像现在，现在一般人呢，头脑里都转的是创新啊，那所创的这些东西呢，都是带来的麻烦啊，都是带来的破坏啊。夫子如是，释迦牟尼也如是，清凉大师在《华严经疏钞》里面说得很好啊，就是释迦佛一生讲经说法49年啊，他老人家也是述而不作，也是信而好古啊。世尊自己说的49年所说的一切经，
古佛所讲的，他没有在古佛所说上面多加一个字。这是说东西方的圣人啊，你看做学问啊，修养的态度，一个模式出来的啊。啊，这里头最重要的信，对于古圣先贤的，你要有信心啊，你要爱好。啊，越是古老的东西传到今天，千万年能传下来，它要不是精品，它要不是没有价值，好的价值，决定传不下来。啊，只要能传下来，我们就相信了它有价值。啊，它是真实智慧。啊，所以孔子一生他所学的，他所修的，他所教的，他所传的，都是古人的。啊，所以后人尊称他为大成至圣先师。他即古时候的大臣啊，把过去的传说用文字记录下来，变成了经本，流传给后世啊。《论语》里面所说的，我很相信，字字句句都是古圣先王的教诲啊。所以夫子在开宗明义第一段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人生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是学习古圣先贤的教诲，把这些教诲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那就是幸福美满的人生，那个不亦乐乎啊！啊，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幸福美满的人生呢。啊，从哪里学习？从爱心学习。要知道，爱心是我们信德里的第一德，所有一切的善念善言善行善德都是从他出生的啊。那么今天这个是世界社会的动乱啊，我遇到许多专家学者、治世仁人啊，也遇到很多在政界里面啊这些人士啊，讨论到这个问题啊，我说总的来说呢，就是一个字，是。现在世上世界上的人没有爱心的啊，没有爱心的社会那就是自私自利啊，起心动念呢损人利己，这个社会怎么会有安定，怎么可能会有和谐啊。在东方我们看中国
从有文字记载到现在4500年，如果从原始甲骨文来讲呢，可能推断到5000年。叫什么？叫爱呀！所以古圣先贤的教育，爱的教育，这些年来，我们跟全世界所有宗教接触，我们学习他们的经典，也发现了同样一个目标，同样一条路，这就是爱。你们看《古兰经》，每一段重要的经文之前，他一定有一句真主或者是阿那，确实是仁慈的。新旧约里面你们看有多少句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细数无论多少个德目，无不是以爱为中心。人要能爱人，他就不会害人。人如果能爱人，他就会尊重别人，会敬爱别人，会关怀别人，会照顾别人，会帮助别人，甚至于舍己为人，牺牲自己成就别人，这是仁人，这是义士这是圣贤教育从这个地方体验出生命的价值今天我们讲价值观今天价值观不是仁爱今天的价值观是金钱，就错了你看我们中国文字钱这个字，文字是符号智慧的符号那个钱是什么样子？你看旁边是金这边是两把刀，这个意思是什么？两个人拿着武器就争这个金让你看到这个字，你就想到这不是好东西应该要把它舍弃掉人好人是两个人，想到自己同时就想到别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大而大人，这个世界是和谐的，这个世界才是美好的所以外国人有竞争，中国人没有竞争，古书里头到哪去找个竞争像这些我们要认真努力学习。
无论在家出家，终极的目标不是这一生，物质上，五欲六尘的享受不是的，那你就错了。为什么呢？那是假的。佛陀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从内看，我们这个色身，心经大家常常念的，你看观自在菩萨，用智慧观照，照见五蕴皆空，这就是说，我们的身心是假的，不可能。对外看一切万物，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把虚一生呢，用我们的时间精神去追求虚妄，就错了。越迷越深的，将来到哪里去了？三恶道去了。三恶道从哪里来的？是自己不善业力变现出来的。这个东西啊，就跟做梦一样。你说梦从哪来的？有人天天做好梦，有人天天做噩梦。为什么这个人做好梦，那个人就做噩梦呢？梦由心生，天天想念着恶，念贪嗔痴，他就做噩梦。天天想施善业，他就做美梦，就这么个道理啊。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了。我初学佛的前十年，我梦很多。这些年来呢，慢慢的，它减少了。到最近的，大概三五年吧，我梦没有了。这个是我体验的很深刻初学佛的时候，那个我的习气很重常常想着我们童年的时候，遇到的时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跟日本人打了8年逃亡战争，流离失所有时候晚上从梦中惊醒还在逃难呢三四十年之后，这个境界才没有了正是古人所说的一门深日，常时熏修念念都是善念言言都是善言出口是善言，所作所为都是善事，都是利益众生，不是利益自己。再跟你说，利益众生是真正利益自己为什么呢？自己欢喜，法喜充满生于业，无有不善这个欢喜就是我们的性德自然流露也可以说是爱心的自然流露大慈悲心的自然流露，无论在什么境界，
啊，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都没有妨碍啊。啊，那么这种修行就是华严所讲的修行方法了。啊，华严经在哪里啊？华严经是我们现实的生活。我们从早到晚，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果然时时刻刻警觉到，就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这个境界就是华严境界。啊，那华严境界里头有不善的吗？有，像胜热婆罗门的浴池，甘露侯王的晨会，啊，发娑弥多女的贪爱，不是贪嗔痴吗？就是不善吗？有，不是没有。啊，所以他告诉我们，菩萨怎么样出顺境，怎么样出逆境，啊，怎么样面对善人，怎么样面对恶人，全是提升自己啊。他怎么不快乐啊？外面的现象在面前，只要你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全是好境界啊！你在这个里面会体会到，全都是诸佛如来大慈大悲也，应化在我们面前。来帮助我们提升的啊，顺境里面、善缘里面，看你还有没有贪念啊？容易升起贪念吗？啊，逆境里面、恶缘里面，看你有没有嗔恚啊？真正能够做到啊，顺境善缘。不生贪痴，逆境恶缘不生嗔恚，你常常能保持一个平常心，平时平等啊，没有分别就平等了啊，常是永恒。那你已经入华严境界了啊，华严境界化身菩萨了啊，这初住以上了啊，实性位是在十法界啊，初住以上啊，超越十法界了，他入了华严三昧。啊，其如华严净土，毗卢遮那如来的十宝庄严土啊！啊，我们这一生当中，如果能提升到这个境界，那叫功德圆满。啊，这些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啊，是真难啊！难在哪呢？难在习气改不掉啊！啊，这个习气再说得白一点，就是对外面境界的有喜欢，有讨厌，啊，有厌恶之心。那么更严重的是在怨恨里面生嫉妒障碍，那就造业了。
啊，造业的时候很容易，果报不可思议，这非常可怕。啊，你看看《玉律宝钞》，道教的，啊，看看《地狱变相图》，你就知道了。啊，六道轮回是自己业力变现的，自作自受。啊，四圣法界是自己的善业变现的，啊，净业变现的。啊，所以十法界上面四层是净土，下面六道是秽土。不是别人造的，啊，不是佛菩萨造的，也不是上帝造的，也不是阎罗王造的，啊，是自己善恶意念感应现前的，啊，所以明白这些道理，这真正懂得修行的人。啊，功夫从哪里做呢？就在起心动念。啊，一定要让自己在一切时、一切处没有一个恶念的升起，那你的功夫就不错了。啊，所以佛教中下根性的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也就是教我们要转恶为善，人人都懂得转恶为善，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动乱的现象就自然化解了。啊，那么现在这个地球上许许多多的灾难，我们讲自然灾害也没有了。啊，就是你要知道，没有一样啊，不是自心变现的，没有一样东西啊，不跟我们自己的念头产生密切的关系。啊，所以佛在《大乘经》里面常说，一切法从心相生。啊，意念呢，主宰了宇宙。这是用现在的话说，高等科学啊！科学是要讲证明的，是讲证据的啊！在佛法里头，不用仪器啊，也不必用数学啊，用意念做亲身的体验。啊，禅宗里面讲啊，定功啊，能够发觉事实真相啊，这是一门大学问呐。啊，决定没有迷信啊，迷信这两个字。它的含义我们也要搞清楚啊，迷是无知啊，对于事实真相完全不了解，你相信它叫迷信啊，翻过头来你不相信它也叫迷信，为什么？你没了解清楚啊，信是迷信，不信也是迷信，这是真正的意思啊。那怎么叫不迷信呢？把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你相信他不是迷信，你不相信他也不是迷信，你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啊，所以迷信这个名词并不是个恶意的批评
啊，我们对于事实真相没搞清楚之前，都是迷信的。啊，佛法它的殊胜之处，啊，迷没关系，啊，迷了你能够相信，啊，这个相信是迷信。如何从迷信转成正信的？那就进入第二个阶段，解。你看，信、解、行、正。啊，解，那你就好好学习。啊，经教里面，把宇宙人生，点点滴滴，啊，奥义，啊，深妙、深奥的这个意趣啊，通通给我们说出来了。啊，如果你有这个缘分接触到了，你肯定会生欢喜心。啊，宇宙从哪里来的？果从哪里来的？你找到了。真搞清楚，搞明白了。啊，那么在大乘教里的名词术语叫诸法实相，啊，一切法的真相，你搞清楚了，那就叫明心见性。啊，见性成佛，啊，见性的人，我们就称他做佛陀。啊，佛陀意思是觉而不迷，啊，他不再迷惑了，他真的觉悟。这个里面最重要的、最关键的，就是放下。啊，这桩事情，对现在来讲，是最艰难的一桩事，他放不下嘛。啊，从哪里放起？从执着放起。啊，如果我们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了，这个人叫真阿罗汉。啊，给注射六道没有了，你就晓得六道怎么来的。六道从执着来的，有执着就有六道，执着不肯放下，就脱离不了六道轮回。啊，有分别就有四圣法界，分别没有了，四圣法界就没有了。啊，有起心动念，就有十宝庄严土，起心动念没有了，十宝庄严土也不存在了。啊，留下来是常寂光，常寂光是永恒的，不生不灭。啊，六祖能大师证得的时候，啊，也就是那慧能那一年24岁啊，我们不能不佩服啊。啊，所以释迦佛跟慧能大师这两个人是给我们所实现的榜样，让我们比对，让我们细心去观察。啊，释迦佛是实现的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知识分子，啊，非常好学。啊，19岁离开家庭出去参学。学了12年，啊，印度那些高人，啊，宗教界、学术界，他通通都参访过了。啊，12年之后，在印度没地方去学了，啊，所以这到恒河边上，啊，找个大树底下去入定。把12年所学的统统放下，这一放下呢，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
那么他坚信，信是什么样子？他说出来了，他说得很详细。诸位要知道，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啊，是释迦佛放下所智障，他12年所学的啊，那是知识，那个东西也不放下，就变成所智障啊，障碍他明心见性啊，他很聪明，彻底放下啊，这次大彻大悟啊。那我们一般人走的路子都是释迦牟尼佛的路子啊。慧能大师在中国实现的是个很特殊的例子，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称为佛门禅宗里面的一代大师，一天经教都没有学过啊，虽然在黄梅住了8个月啊，五祖忍和尚分配他的工作是舂米破柴啊，厨房里面的事情啊，五祖这个道场里面的讲堂他没去过，禅堂他也没去过这个意义很深呐、啊！啊，五祖把衣钵传给他了，啊，只是在最后晚上，啊，半夜三更召见他，跟他讲《金刚经》大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放下了啊，放下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这一放下就成佛了啊，明心见性。那明心见性是什么样子呢？他说了20个字给诸位说，他这20个字给释迦牟尼佛讲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完全相应啊，《大方广佛华严经》浓缩起来就这20个字，这20个字展开就是《大方广佛华严》，不增不减呐、啊！啊，能大师那一年24岁，接受衣钵。啊，所以你懂得他20个字，你就懂得《大方广佛华严》啊。他说的简单，中国人喜欢简单啊，中国的言语文字讲求的是。简要详明，用这4个字做标准来评断的，什么是好的言语啊？简单，哎，又扼要，又详细，又明白。你看，简要详明4个字，用这个来标准的批评文章，批评言语。啊，不像印度，印度喜欢重复啊，所以佛经呢重复地方很多。那么对印度人讲的啊，他不怕麻烦啊，所以慧能大师讲的5句话，第一句是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啊，换一句话说，清净心是你的真心，你现在心不清净的错了。那为什么会清净？那染污啊，染污
我们总的来说就是烦恼跟习气啊，让你的清净心不能现前啊。所以修行最重要的是修清净心啊。你看《无量寿经》，我们同学们常常读诵的啊，在经题上啊，清净平等觉，这就是修净土的总纲领、总原则啊，心净则佛土净啊！啊，净土怎么修法？净土从清净心修啊，从清净心，然后再提升到平等心啊。清净是解学，平等是定学。后面就是慧学，你看戒定慧三学啊，不但是三学，还是三宝啊。清净是僧宝，平等是法宝，觉是佛宝，三学三宝具足啊。这都是讲因修因。果是什么呢？果是经体前半部大乘，大乘是智慧啊，庄严，庄严是德啊，德相啊，无量寿是好啊啊。你看我们都希望能享受这三种果报啊，大乘庄严无量寿，怎么修呢？清净平等觉就修到了。啊，只要你心地恢复到清净平等觉，那个大乘庄严无量寿自然就现前。啊，所以能大师第二句讲啊，何其自信，本不生灭，本不生灭就是无量寿。没有生灭，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他正德得到了，我们今天没有正德，也没有丢掉。啊，只是因为烦恼分别执着而不能正德，所以只要我们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当下就证得了啊。所以凡夫成佛，在理论上讲啊，是一念之间的，你把念头一转，就转凡成圣了啊。看你能不能转得过来啊。我们为什么转不过来？不知道事实真相啊，流连在烦恼啊，不肯把烦恼放下，亏吃在这个地方，这个亏吃大了啊。怎么说吃大了？生生世世搞六道轮回，这个亏就吃大了啊。所以佛在经上常讲啊，人生难得了，佛法难闻啊。为什么说难得呢？啊，真难得啊！设法界缘生法了，缘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条件，你生到某一个法界，你要具备那个法界的条件啊，所以你到哪个地方去生，不是人派你去的，没这个道理啊，自己去的。啊，为什么自己去的？哎，跟他志同道合。啊，这些人的事跟自己是臭味相投，他就自然就去了。
那么说法界因缘非常复杂啊，非常复杂里面最重要的第一个因是什么？佛给我们说出来了，啊，成佛的缘条件，平等心，啊，平等心是佛啊，啊，什么时候才能做成平等？你有分别不平等，你有执着不平等，你还起心动念不平等。于此我们就知道了，人真的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就平等了，这个人就成佛了。啊，比佛次一等的菩萨，菩萨是六度性，念念不忘，不是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啊，念念不忘，行行不忘。他到菩萨去了，啊，他入那个俱乐部去了，他自自然然去的。啊，你常常念六度，常常修六度，你在临命中是菩萨的接引，啊，你看到都是菩萨。啊，四谛性，是阿罗汉呐！啊，阿罗汉念念是苦集灭道，十二因缘心是辟支佛，这是第一个条件。啊，那么天道。佛告诉我们：上品是善，四无量心。四无量心是慈悲喜舍。修上品是善，这个人来生哪里去？天道去。啊，人道。伦常五戒。那不是人生啊，五伦五常，五常是仁义礼智信，这五个字你真做到了啊，你来生还在人道。那么诸位想想啊，不要想别人，想自己，我这一生当中这五个字有没有做到？啊，仁者爱人，我有没有做到？义者循礼，啊，什么叫义呢？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合情、合理、合法，叫做义。啊，礼，自卑而尊人，这叫礼。啊，自己能够谦卑，能够尊重别人。啊，智是智慧。啊，不迷惑，不糊涂。啊，信是信用，言而有信，不欺骗人。啊，不说假话啊，这中国人讲的五常啊，做人的基本道理
在佛家讲的是五戒，你都能够做到。来生的人道啊，所以我们自己好好想一想啊，自己将来往哪里去，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需要问人的。那么再讲三恶道，第一个业因，贪心，不管贪什么，只是贪心，鬼道，嗔恚地狱，所以有怨恨。常常喜欢发脾气不好，这个与地狱道相应。愚痴，是非邪正，善恶没有能力辨别，畜生道啊。所以我们自己想想，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就知道自己将来是到哪一道去了。自己养成这种习气，自然与他感应道交。这些都是六道十法界里面的事实真相所以佛教给我们断恶修善在十法界里头要把自己的灵性一次一次的向上提升，这就对了不能往下堕落可是堕落很容易，提升非常困难那就要亲近善知识培养自己的善根福德因缘广结法缘我们这一生才真正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你不断向上提升，你会真正享受到幸福美满快乐这个快乐不是财富，不是地位与地位与财富毫不相干这是真正的快乐。我们中国古人所谓的是孔颜之乐孔是孔子，颜是颜回。大乘教里面讲的长生欢喜心，法喜充满。那么我们讲的养生之道最重要的营养是什么呢？欢喜心不是什么补品那个东西靠不住那个里面都有副作用所以你天天快乐，这法喜充满，你就能做到老而不衰年岁虽然大精神体力跟年轻人一样，这不衰什么呢？欢喜随缘不攀缘，没有一样不好所以佛在经上讲了两句话，说时时是好时，日日是好日我续了两句，不是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就欢喜了吧世间事都是相对，没有绝对的
要紧的是你怎样能把它看破。啊，看破什么？看破就平等了，没有善恶了。啊，遇到善人善事，我们反省自己有没有。啊，自己没有，向他学习，他给我做的好榜样，啊，我感恩他，向他学习。啊，如果有呢，有要记住，要保持，不要失掉。啊，如果遇到恶人，看到他做的恶事，啊，我们看到了，反省自己有没有。如果有呢，有则改之。啊，没有呢，没有要勉励自己，不能做他那样的错事。不都是好人吗？啊，善人是我的老师，恶人也是我的老师。我在善人恶人顺境逆境通通得利益，通通提升自己，他怎么不好呢？啊，所以人人是好人呢，事事是好事啊。问题是会不会学啊？啊，所以宗门的祖师大德常常勘验学人，啊，问他你会吗？这一句话的意思很深呐，啊，你会不会？啊，你要说会，这个世界真的是平等。那你也是不会哦，那这个世界差别太大了。啊，有真有妄，有邪有正，有是有非，麻烦可多了。啊，所以问题是我们会不会？啊，学佛没有别的，就是学智慧。啊，可是我们智慧不开。啊，不开的原因就是我们放不下，啊，放不下也得要放，慢慢的放，能够一天放一点都是好事情，啊，日积月累，慢慢的你的烦恼越来越轻，智慧越来越长，这就是好事情啊！总要记住，烦恼轻，智慧长，我们学佛的功夫得力了啊！我们能转境界，所以首先啊，断恶修善，这是第一步，在六道里头要做的啊，做到功夫成熟。于世出世间法不再之处，六道就没有了。啊，那你就提升到四圣法界，在四圣法界要修的是破迷开悟。啊，迷断尽了，不迷了。真正觉悟了，四圣法界没有了，啊，所以十法界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真的像做梦一样啊，梦醒了，啊，梦境不存在了，啊，醒过来之后，你所见到的境界就是一真法界，啊，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图。这个境界里面真平等啊！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的十宝庄严土啊，《华严经》上讲的华藏世界是毗卢遮那如来的十宝庄严土
啊，我们跟释迦牟尼佛学，最后的归宿是华藏世界。啊，那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华藏世界最精华的那个部分。啊，过去我在新加坡讲华严经，我用新加坡做比喻，华藏世界就好像新加坡这个大都市。啊，极乐世界呢？极乐世界是新加坡最繁华的一条街，叫乌节路。啊，我用这个比喻，大家很容易体会到啊。啊，极乐世界没有离开华藏，是华藏里面最精华的一个处所。所以古大德有说，华藏即是极乐，极乐即是华藏，这个话是实话，不骗人的。啊，可是无论怎么说法，不离自信。都是我们自信清净心现出来的啊，所以我们常常要把无量寿经的经体放在心上啊，他先讲果后讲因啊，大乘无量寿庄严，后面讲出因了，啊，清净平等觉净，啊，我们用什么方法呢？用持名念佛的方法。你看，有人念的，哦，功夫得力，真的往生了；有人念的功夫不得力，念一辈子，还是往生不了。啊，而这种人呢还特多啊，占大多数，这什么原因呢？你应该知道了，清净平等就是标准，我们用持名念佛把自己的清净平等就念出来，那就决定得生啊，一天到晚念这一句佛号啊，一天一万声、十万声，可是我们的清净心不能现前，清净平等就不能现前，那就是不能往生，念再多都不行。啊，古大德有一句话说：“啊，说口念弥陀，心散乱，就是没有清净平等就，叫寒破喉咙也枉然，念的再多都没有。”那古人又有一句话说：“说一生相应啊，一念佛；念念相应啊，念念佛。”他什么叫相应呢？与清净平等觉相应。啊，我念这一声阿弥陀佛，清净平等觉现前。啊，念念都相应啊，对，念念都是佛境界啊。啊，所以不可以说是念佛了，心里还打妄想啊，还想着贪嗔痴慢呢，啊，想着五欲六尘，那就错了。啊，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练功夫，啊，怎么个念法呢？随缘。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就做出最好的榜样来给我们看。啊，你看他老人家生活方式。圆门托钵啊，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啊，托钵你给什么吃什么，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修什么呢？不就是修清净平等觉吗？
啊，衣服也是都是人家布施，啊，给什么穿什么，决定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换一句话说，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要与清净平等觉相应，这个人叫真念佛。啊，口里头没有阿弥陀佛，真的跟清净平等觉相应，他是真念佛。啊，所以这个念呢，念没有口啊，念是什么呢？念是精心，现在的心。啊，现前这一念心，是不是清净平等觉？这个重要啊！啊，清净心生智慧，果上就是大乘。啊，平等心是德，果上是无量寿。啊，觉心，啊，觉而不迷，果上是无量的庄严，叫万德庄严呐。啊，明明白白的摆在经体上。啊，这一部经就讲这个，啊，讲的修因正果。啊，那我们如何把它落在生活当中？啊，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啊，真学佛的人，不要想自己，把自己忘掉。啊，《金刚经》上说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我忘掉了。说实在话，在佛法里才算入门呢。无论是大乘小乘，啊，怎么入门？四相破了就入门。你还有四相，没入门呢，这个要知道。啊，我们初学佛的时候有个很大的误会，认为《金刚经》是大乘。啊，大概大乘菩萨入门要破四相。啊，我是到以后讲《金刚经》，啊，细细的去读姜维农居士的讲义，才看到，啊，恍然大悟，经文上说得清清楚楚啊，啊，虚脱环，这小乘出国，啊，出国虚脱环，他说，我如果要说我证得虚脱环果了，佛就不说他是虚陀洹了。这个话说得清楚，说得明白了。他要执着他真的虚陀洹了，佛绝对不承认他虚陀洹。为什么？他执着有我吗？我真的虚陀洹了，他有我相啊，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他是凡夫啊，是个六道凡夫啊，他不是虚陀洹了，啊，从虚陀洹开始，啊，就已经把我相破掉了，啊，不再执着这个身是我了，啊，我们才晓得，啊，只要是佛门，不管是大乘小乘，宗门教下。贤教、密教，从头一个破我执，你才能入门。只要你有我执，你是六道凡夫，你不是圣人。
啊，证得小乘须陀洹，那就是圣人，叫小圣。啊，那么在《华严经》里面，跟须陀洹同等地位的，是初信位的菩萨，啊，实信，实信是小学，小学一年级，啊，也算你入华严境界了。啊，条件呢也是破四相。啊，一般大乘教里面所讲的见思烦恼里面的见烦恼，就是错误的见解，他放下了。啊，不再执着了。啊，知道这个身不是我。这头一个要知道的，身不是我。那是身是什么？是我所有的，啊，就像我们穿着一件衣服，我们知道衣服不是我，这衣服是我所有的，身体也不是我，身体是我所有的，这个见解很重要，啊，我所有的不是我。啊，所以不要执着这个身，不执着身，身上什么毛病都没有。啊，随着意念的能转境界，啊，转境界，第一个境界就是身体。啊，身体为什么有很多疾病呢？就是认为。我的身体，啊，我老了，老了他不想别的，他就想病，认为老了，老人，人老了一定会生病，生了病他就想死，哎呀，天天想到，哎呀，提心吊胆的，那死就临头了，都是想出来的，从心想生的，啊，年年一年一年增长，你不想他老，他就不老啊。那生病了不想死都不会死的。啊，这是一切法从心想生，很有道理啊。啊，所以头一个破身见。啊，不要认为身体是我。你自然就能随缘了。啊，第二个破边界，边界上对立。啊，这个是。无量无边烦恼的根源啊，边界什么对立啊，我跟人对立，我跟事对立，我跟一切万物对立，这个错了，自信里头没有对立的啊，修行最重要的也在这一点，学着跟什么样人都能相处啊，越是不容易相处的人，你能跟他相处，你的提升就越快啊。早年我跟韩馆长相处30年，有很多人告诉我，常常有人给我说，我韩馆长这个人不好相处啊，啊，你怎么能跟他在一起啊？啊，我告诉他，我能够跟一般人认为最不好相处的人都能相处，那我就跟天下人各个人都能好相处，磨练自己吗？你自己才能够提升吗？这么好的一个境界，你要是把它舍弃掉了，你永远不能提升。啊，所以别人不敢碰，我说好境界，真是磨练自己非常殊胜的一个缘分呐，我感恩他了。啊，所以不要放弃。
那么有许多人的时候，那时候还有不少人想跟我出家，看看韩馆长，不敢。哎呦，天天跟他在一起，不好相处，啊，别的地方出家去了，语言不一样嘛。那跟我没别的好处，啊，天天听经是好处，啊，天天不离开经教。天天不离开佛菩萨，这个好处无比殊胜啊！这个好处就能提升灵性，啊，如果你认为这个净缘把自己不能忍受，你就把这个福分呢失去掉了，你没福啊！啊，遇到了啊，自己不知道珍惜，啊，这是属于智慧，啊，你要有能够啊，有能力。辨别啊，我们在这一生绝不是说在物质生活或者精神生活上谈享受，错了啊，享受是你的福报，享尽了，你阿赖耶识里面恶习现的种子起现行，就是恶报现前了。所以真正会的人啊，会修会学的人，就是在境界里的磨练自己。欧益大师说得好啊，净缘无好丑，好丑存于心啊，所谓的净物质环境，缘人死环境啊，祖师说得好，人死环境跟物质环境没有好坏，是平等啊，好坏呢，好坏成于你自己的看法，你自己的想法，你要是个好的想法，没有一个环境不好啊，你是个不好的想法，那就没有一个境界是好境界啊，像现在我们地球有问题了啊，这是引发全世界人的关注啊，说地球病了，病得非常严重啊，这个灾害啊到处都发生啊，特别明显的气候反常。那在佛法里面看呢，为什么气候会反常呢？人心反常。那人心什么是正常的呢？仁义礼智信是正常的，无戒十善是正常的。啊，中国人所讲的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正常的。如果这些东西都没有了，就反常了。啊，反常啊，气候变化反常了啊，自然灾害多了啊，地震多了啊，水灾旱灾多了啊，所以自然灾害频繁了啊，这是什么？这是人心的感应啊，人以善心，山河大地没有一样不善啊，人的心行不善，在山河大地就找不到好地方了啊，这一点很重要啊。
啊，同学们，我们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要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啊，这虽然是个乱世，我居住的地方就是净土。为什么呢？心净。啊，心净则佛土净。我们这一次在这个宗教和平会议里面见到一位比丘尼，从南部上来的，啊，告诉我，这一次南部的火烧山，他们的寺庙就在山上，四周围的房子通通烧到了。烧到他这个房子，火就往两边走了。啊，这两个寺庙完整一点损害没有。啊，连教堂也被烧掉了。所以当地人在那里想，我们是不是要改变去信佛教？啊，他拿了很多照片来给我看。确实四周围都烧掉了，哎，就他的房子存在，啊，很不可思议，啊，那在佛法讲呢，啊，他告诉我，当大火起来的时候，他在佛堂里讲念观音菩萨，求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果然火烧到这里，他就不往房子烧，啊，他就往两边走了。感应不可思议啊！啊，所以在极难的时候要有信心啊，不能慌张啊，不能够乱了主意啊。灾难临头的时候，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这个是《无量寿经》世尊也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啊。平常我们念阿弥陀佛，极难的时候可以念观音菩萨。啊，当然念观音菩萨一样有效，念这个阿弥陀佛一样有效。啊，那为什么叫改念观音菩萨呢？是众生有这个情执吗？佛也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观音菩萨代表大慈大悲，啊，专注在爱心上。啊，所以它能起很好的效用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基本的可不要忘记，一定要从《弟子规》下手啊，《弟子规》是儒家的基本课程啊，我们先疏忽了。道家的基本课程是《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基本课程是《十善业道经》，这是儒释道的三个根，先把三个根扎稳了，然后一门深入，长时熏修，没有一个不成功啊！啊，那为什么还有人不成功呢？犯了过错啊！六祖在《坛经》上说的：“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那肯定你犯了这规矩，你一天到晚都看到别人过失，那你就全把自己的功夫破坏。你不能怪别人，要怪自己啊！真正能做到不见世间过，你的功夫就得力了，这是真话了啊！你真正做到是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感恩的心升起来了啊，清净平等觉醒起来了，这个时候念佛叫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
所以在日常啊行持上要着重儒释道三个根啊，要认真努力的学习，从自己做起啊，自己做好了你会感化到你的一家，你一家都做好了，你肯定感化你的邻居邻里乡党，这叫自行化他。自己没有做到，要想帮助别人，这大乘教里佛常讲无有是处，没有这个道理啊。圣贤教育都要从自己开始啊，这就对了。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说到此地啊，希望啊跟同学们共同勉励，共同努力啊，我们护持正法就是用的这个方式啊，在真正护持自己就护持正法。谢谢大家。